大物只打枪位，哎，还不错，对，收获还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的人又回到了这一间海贼屋这里，因为上一次原本扫扫出后面吃了一饱，然后另一个扫扫出等于是打平的状态，就是因为被这一台吃了一饱。那今天一大早了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们就再来拍一次复仇之战。对，来复仇，来，这个，不要再变快就好了啦。那个变快真的是，它只有打出一颗的扣打。对，它只有打出一颗的扣打。第二颗完全不能打。对，它重点它的枪位很难拉，非常难拉。啊，全包它就屁股高，你唔知啊难听。哎，哦，这个后全包，不要丢那边，不要过去，哎，把那个球压下去，它底下有一颗球，你有看到？有。来，全包丢过去。哎，这算丢过去吗？算有打吗？好像越来越开了。全包。啊。他全包完全不行。二收。二收，二收还可以。他二收好像就。那你扣他出来吗？不要。因为我们扣打不多，趁现在就要赶快把它解决掉，再就不行了。阿静，哦，翻正，知道你步骤？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甩过去后方线，他这个角度有点尴尬，所以你要拉正啊。翻出来，快点！哦，是捏宝会错吗？刚刚捏宝哎，然后很丑呢，刚刚那一下很丑呢。现在这个音乐有没有兴奋？没有呢。让我吃饱，我就觉得不兴奋。哦，哇，拉过来，拉过来。怎样？要变轻一点？看能不能出来一点点。加上一点点吗？我真的是一点点。那还有没有抓一点点？是一点点呐、啊，是一点点呐、啊。干嘛破音？啊咔！啊，你为什么要动？有了。角度呢？角度其实可以了。会不会太远？近一点会比较好。再把它拉近。拨一下。更正了一点，有这样子还不错。奇怪，他怎么好像都没有扭到我要的后螃蟹的感觉了？哎，算了算了。挖起来，挖起来。他右边完全不行，完全。有点空，没有，我直接变中，右边有点空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开始喽！他只是过五百多张，不行。哎、欸，他刚那一下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有一点点。现在又还好，
它就快忽慢的啊。超跑的啊。对啊。那把我吃进去了，挡到了哈。哇，它只有后螃蟹啦，后螃蟹才有机会脱。那为什么现在找不出后螃蟹？没有，靠近。哎。哦，超饱，那个一个边边角角，那个大腿要抽筋啊！啊，他都没扶过洞口，怎么抽筋？没有他进去。说要来复仇的哎！他复仇你？虽然现在才是在 OK 的范围内了。靠嘞！还有拉屁股回去了。那个还好有二手了，有二手好像比较不会屁股那么大力。它这又变快了。对啊，狙了。哇！又抓不到了。这一下其实又还好，受不了了。为什么这一集我又是脚抽筋？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因为有时候它又变快了啊。对啊，它变快真的是不快。为什么接下来变自己变快？不知道哎，还是说里面它打一打就热了，热胀冷缩嘛，冷的时候缩起来，啊热的时候它开始。你就咻咻咻咻咻咻咻。来吧，换打空仔。香味。哎，它这台下爪舒服的。是小时候哎，变。这一间唯一的好处，他们完全都是靠爪力，他这一间完全不打中央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。讨厌打中央。其实不太喜欢玩中央，因为老实讲啦，中央台它就临界于摸爪，真的，这是必然的。如果你现在打中央好，现在台主设定错误，他把中央调的略过高，这完全不会动，可能投个20次才浮一次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哦，但是那个时候会打的，你会皮毛底不好。对，那时候你会打的非常的生气。后螃蟹。哦，丢得很美。丢得很完美，不错。他们何况都很漂亮。对啊，我就看在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何况都超好的。但是有的这个看起来，这个应该是，这个好像也很好。哎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哎，重点是它可以吸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要不要打？不要。它不会不听回去吗？先这样子啊，给它一个空间。这样是好的。哎，哦，它如果上来吸到它那个脚的话，就拜拜了。可以打。如果它有没有上来，有没有刚好吸到那个脚？啾啾。有没有吸到脚？没有，没吸到。那爪子没开。为什么？他刚刚不是有开吗？也有了。等下又开了。不会。完美的枪位，这有没有很完美？不错。哎呀！不护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只打枪位。只打枪位啊？那这台枪位？那也是枪位吗？哦。这个。只打枪位。运气100分，叮叮！我才10块钱。谢
下一个枪位。来，我们继续打枪位。哦，好薄。后面要打吗？还要吗？要吗？这样够了，够了。哦。哦。没有起来。这个太重了。哦。来一次，再哦一次吗？这不觉得很嗨吗？哦，有了吧？啊！这次是要啊！哦，我刚捏的好薄，好薄哦。你刚刚那个也还要再薄一点。其实这台的好处就是，其实它不太丢了。不管不管，我要拍到最薄。不管不管，它要甩过去后螃蟹的爪位啊！有了有了。哎，在哪里？到时候把它顶走了。这样呢？拖。那你又不打？好了，有没有很痛？要不要打？好了，挡了挡了挡了。你看，要不要再挖一颗过来？你说他丢就不太丢了，就是要挡啊。再挖一颗过来。为什么不要逆水走呢？这样小幅度就比较大。这样呢？好像没用。哎、欸、没，还叫我逆水甩。挖这个过来，脱了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刚可以了。出货了，出货了。哦，一爪出。有了。丢不回去了，太重了，真的太重了。后面还有一颗哎，不好。啊，你们说只打枪位？对啊。200多块。对，200多块。今天验证了打枪位。对，打枪位其实好像还不错，只打枪位。然后我们整体。这一颗打600多，是吗？六七百左右了。600多啊。600多，这颗打600多，这颗打200多。200多，这一颗10块。10块，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。100-200，我觉得应该好像是100-200，100多，100-200左右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只打枪位，大物大物只打枪位，哎、欸，还不错。对。收获还不错。有要抽吗？没有吗？你刚刚不是给人家抽筋那个吗？啊？你刚刚不是给人家抽筋吗？啊，对吼。啊，对吼，抽筋就要抽奖哦。啊，那我们抽筋就抽这个。反正我们整体是赚的啦。好，那我们抽奖就抽这一颗，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拜拜。No se entendería.